套中攝影可能是試 episode 啊，即係你會係草草埋埋一齊，至可以覺得咦呢、這個故仔有咩用？新聞就係真係由事件發引申出嚟嘅故仔。我民間記者主要應該是拍翻啲非主流的事件啊，即係可能就算一件重大事件都好，可能是某啲side bit 位啊，旁邊的位置，即係主流係未必會留意到嗰啲。因為如果下下同啲主流傳媒攝記啊一起衝咧，嗰樣嘢同你出報紙啲相可能未必有好大分別。器材唔決定一切嘅，因為有時唔係一定最好的器材就可以拍到一定好的相，咁取決於你點樣控制嗰部相機，控制嗰個鏡頭或者光圈快門嗰啲質素啊，即係點樣決定一個光圈快門，就會影響到成張相的構圖或者成張相出現的效果。